的主人给花园，不能够一吻的风景都在那，只是今晚的一晚。啊，无人人间该心，因为那段路很冰清，不敢穷藏在秋流，不敢修我心长。童子伟和社大歌唱班老师陈秋曼合唱台语歌曲《给改林星》，歌曲内容的意境让身为民意代表的童子伟很有感触。我到一个地方呢，又要唱歌，又要唱歌，又要跳舞，又要跳舞，又要送来，又要送来。所以我跟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艺人。我给过他们看到我的文章，我就把走。特别是针对最近基隆政坛纷纷扰扰的无奈。最近应该看到我的新闻较侪啊吼，爱搞加油是啊，你讲无？我会加油，请大家不要担心，好，那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两人合唱的歌声也获得现场银发歌唱班学员们的满堂彩。基隆市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，预估今年年底全市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1%，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应邀参访社大，在仁爱区明德里民活动中心开设的歌唱班时，强调自己会尽全力推动更完善的长照政策，也鼓励长者们多多走出户外，多交朋友，多学习，延缓老化，健康老化。非常谢谢我们社大，其实我们社大的教育在推动全龄，也就是希望让我们每一个年龄层都有机会做不同的学习。那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歌唱班，那谢谢老师多年来的这个指导，让我们很多学员在这边就是活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基隆市即将迈入超高龄的社会，所以我们希望在各个空间领域，包含社大，都可以提供各种不同样的课程，让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持续做一个学习，让我们基隆市的市民都可以在地安心的老化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。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非常努力来推动长照的政策，让我们的政策可以更完整、更完善，让每一个长辈、每一个子女都可以安心，子女安心的上班，长辈安心的生活，这会是一个推动我们的一个基隆市的一个全龄的一个共同的目标。那我们会继续努力。面对专业歌唱老师陈秋曼的歌喉，童子伟一度不敢上台。不过在两人合唱之后，老师对于童子伟的歌声赞誉有加。唱得很好，而且来鼓励我们各位大哥和大姐的这一个歌唱的精神，让我们爱上卡拉 OK， 爱上歌唱，越唱越健康。谢谢议长鼓励。谢谢老师。父亲节快到了，童子伟也特地致赠蛋糕，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，平安健康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